尊敬的嘉理事长、郡民众长，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和全非各地的众长、中青们，尊敬的各界社会乡贤，尊敬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会欢聚一堂，在此庆祝创会110周年。一个宗亲会走过100多年，风雨却长盛不衰，真是相当不简单。环顾全球，让德堂作为百年品牌，即使不是一枝独秀，也绝对是宗亲会中的凤毛麟角。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，今天在这令人振奋的大喜日子，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先贤的远大志向和卓越的眼光，几代人的辛勤耕耘和励精图治，才有让德堂今日的辉煌。长期以来，让德堂为敦亲睦族、促进团结、扶贫济苦、讲学培育、支持公益慈善、造福吴氏宗族，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。作为让德堂的一名受益者，我早年求学期间家境清寒，经过获得宗亲会及时的帮助，使我顺利完成学业，在此我深表感恩。虽然不能涌泉相报，但我将永远铭记饮水思源的古训，永远热爱让德堂。我深信以服务社会和造福三子的宗旨，菲律宾让德吴氏宗亲会在前辈和后人的不懈努力下，将继续谱写更加绚丽夺目、功勋显赫的片美的华美篇章。最后，祝愿各位宗亲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事业兴旺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 very much to Dr. Andrew Lang. We request to please come in on stage. 现在我们请我们让德堂的名誉理事长、理事长、执行副理事长、副理事长们上台颁发感谢状，给予我们的主讲人吴荣誉会长、聪兰博士。再一次呢，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讲人吴荣誉会长、聪兰博士为我们训诲。Once again, thank you very much to the inspirational message by Dr. Andrew Lang, the Chairman of Alliance Global Incorporated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Leong Tiat Go Family Association.